大学生寒假旅游第一站贵州贵阳，来富国路吃国油烙锅，谁懂啊？我真的好喜欢这个现场米皮，真好玩啊，可以自己动手炒。假秀楼逛了，拍照打卡了，超多人排队的湖南面吃了，我奶奶肯定喜欢。折耳根豆腐皮千层吃了，好想打包带回家啊。大锅洋芋吃了，外卤饭吃了，酸汤猪脚吃了，贵州的辣椒蘸水好香啊。蛋炒饭吃了，酸汤洋芋吃了，豆豉火锅也吃了，好臭好上头啊。吃完来省一附近看涂鸦了，大家画的真好啊。来友一路吃三层烙锅了，没想到贵州的生蚝也这么肥美，火爆洋芋火爆鸡血也好好吃啊，就是有点辣。东山的夜景看了真的很美，贵州烧烤吃了，这个坨坨肉也太爽了，实现小肠自由了。贵州辣椒面真的好好好香啊，桃卷皮看起来也不错，可惜吃不下了。贵阳，下次我还来。